电台的监听可以确定，进攻林毅为共军的主力。怎么都不说话了？李司长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吴孟祥必须固守林毅，等待援军。不，这是委员长的命令，谁也不能违反。我说是现在，现在该怎么办？ 吴孟祥在哪里？他的司部在哪里？吴孟祥现在凶多吉少，第一危险了。根据李先洲给我们的电报，他现在已经无心固守，心态上发生了变化，守也守不住。如果要突围的话， 现在兴许还来得及，让他向南线的欧阵兵团靠拢，然后和共军决战临沂。对，我们不能放弃临沂，不能放弃吴孟祥。现在已经不能突围了，突围的最好时机，我们已经丢了。估计共军已经完成了合围。李先洲依靠莱芜城阵地战，总比在运动中遭到伏击要好。 临沂很可能就是个圈套，所以我的意见是，李先洲现在必须要坚守莱芜城，南线三路拼死也要北进，在莱芜城和共军的主力决战。避免。你的意思，我们不理会临沂？是的。你原来可不这么说呀。此一时，彼一时。 柳飞云又和自己唱上了反调，梁统不得不佩服柳飞云对战斗态势的理解。梁统现在的目的就是想要陈诚摇摆不定，而柳飞云的建议无意中帮助了梁统，只要陈诚摇摆不定，全歼李先洲集团就会有机会。 把这两个带下去，我有话要单独审问。你们看紧点，走，快点！你们俩先回去吧。
有吃的，饿死了。你们先在这里休息吧，等我们把林毅打下来。 失守，侦察飞机发来电报，共军的红旗已经查哨了临沂的枪毒。临沂，果然是临沂。我已经说了，共军还真就打了临沂。按共军的实力，只能打整编八十六师，北边的李先洲他吃不了，他没那么大的胃口。命令。 好像远了，我们可以出去看看了。陈老总让我们在这里一定不要拦道，他说会让人过来跟我见面。他有急事，可能复发了。什么？快，快去叫医务人员。 舒服，老想吐，是不是？不知道。那你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。不行，我今天约了米兰妮小姐。不，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，你可以约米兰妮小姐到医院跟你会面。